何谓高铁地形区内面有一个宗教团体，从容关定门锁，正伫举办复古发挥，加举办开香仪式，各地属性政要拢来参加，会当看出这宗教伫民间相当发展。这团体进前都大力协助婚姻馆当主管举办活动，热心地方公益事务。这场开仪式除了看到当地宗教科仪以外，因也邀请各地艺文团体到场演出。百人的传统国家，和宗教仪式更加庄严。电影《三太子》将现场气氛炒到闹热滚滚，这个武术更加大家看见传统武术在校园发展进行。另外，托克店的阿公阿妈跪了草含回锅顶，也让人见识到这老大人是如何来度过因的黄金岁月。虽然是宗教活动，不过主办单位也邀请各边团体来演出，和宗教活动唔难看见宗教，也看见社团伫民间的活力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